14:42。这次要拍摄的是30224，经由屏东县开往新左营，1552原装的1500型区间快车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也请你们多多订阅，请观众多多订阅。然后这台是 EP， 这节是 EP1552。然后 ET52，ENC552，EM552，为适量一边组的1500型区间快车，1552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